目前呢，我们人员缺口大概有一半，所以的话，现在每个人的话都顶到一到两个岗这么来干。国内到处哪一种？哪一种？国外的方、北方？国内是第一次出来这儿。哦，线路挺好，看开得挺舒服啊。白族就是这个对在“一带一路”这个建设当中嘛，能够参加中老铁路的建设，还是比较高兴的啊。